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东方仙云回来了。观众老爷们请坐好，前情提要咱们先搞一搞。说的是修仙道路险又长，穿城炮灰保命忙。我这个逍遥门内大师兄，人眼看着牛哄哄，家庭幸福倍儿美满，资质不过是平庸。坑爹呢，穿越竟没有主角光环。再看师弟印飞星，修仙世界明日星，儿时孤苦无依靠，万里挑一资质高，妥妥就是主角命。 It's he， 我的大腿，我的 king。 师妹是好，赶快逃跑，主角女神伺候不了。玄冥天才，结缘少年，如今刷脸就下招招，行走江湖做人低调，路见不平擅长逃跑，师叔骂我我也不恼，只为衬托主角的好。穿越生活真不易，遍地套路要闪避，只要你看过动画第一季，你也会忍不住给我投币。可惜师弟不领情，好感加分全部零，还说我脑子有坑发神经。哎，仙云我只能叹气意难平。直到下山出任务，我替师弟背黑锅，既给主角卖人情，还能远离风雨波，一波双赢骚操作，哈哈，不愧是我。转世恩，绝家门费灵根，种田生活真滋润。没曾想飞行师弟忽来访，约我爬山有话讲。桃花飘零残如雪，轮回恰似月圆缺。如果你才是这个主角，那我又是谁呢？大师兄，老天爷你真狠，让我穿越欲重生，兄弟成仇来相争。既然命运不如意，更得活着来努力。